我是李宇翔，我今年十岁，我今天要背的是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无眼耳鼻身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。四大神咒，四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埵诃。人人行善好，世界更美好。